感谢所有贵宾的欣赏。台湾护圣宫通天柱第六场灯光秀将在8:45。各位进来哟，金虎乐喜多安排的机会。各位先生再见，欢迎您来到中岛民歌，这是台湾好心宫。我是位于龙岗来的台湾好心宫，我的主席是妈祖，那就是我的妈。全台湾全世界第一尊琉璃金身的妈祖，就是台湾好心宫。对，今天的阳光灯火进行，我的宝贝妈带来种琉璃金元宝，还有超级大的水晶券要送给大家，赶快来排队。你若是有欠债去、欠福气的，赶紧来拜妈祖，不要紧啦。妈祖就替我们今年祝你桃红家庭店。欢迎所有贵宾来到台湾护圣宫分区参拜妈祖，全世界第一台、全台湾第一台的行动妈祖庙呢，就是台湾护圣宫哦。全台湾第一尊、全世界第一尊琉璃金身的妈祖，琉璃金身妈祖，